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期天，欢迎来到星期一到星期天，天天都是星期天的星期天配音是对的，所为你特别郑重带来的星期天的新冒险契约新手试玩时间。好，这是一个从网页游戏移植到手机上的横向卷轴式的动作游戏。哦，这个是它的选角的画面，魔剑士有男生跟女生可以选。哦，女生也是萌萌的、男生好了，我选魔剑士。取一个快乐老天，快乐老天，好了，准备开始了。哎呦，听说这边有一个小动画可以看哦。在古老的契约中，记载着一块神秘的大陆，人类的王臣皓月城，承载着历史与荣耀。皓月历331年，炎魔现世，生灵涂炭，契约英雄也被先后击败，灵魂被封印在底层深处。读取的时候不耗流量，扫荡副本体力不足了可以购买哦。欢迎来到冒险契约。好，我们开始冒险喽。游戏画面的右上角有这个快速的解任务的按键，按下去它就会自动寻路了。我们到野人荒谷去，点击任务副本。哦，点击挑战，我们要来打副本啦！哟吼，新手村的任务想必很简单，我看我一只手玩就可以过关了吧？哈哈，3分钟后，哦，好大字，好大字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大？这不是才刚开始吗？嘿嘿，这是霸凌啊！我使用战斗陀螺，我转，怕了吗？我打，叉！哎，哦，抽卡单元，1、2、3、4，点啊点点的像的这啊公啊，这个哇，勇士全套，太棒了！熊猫可是皓月大陆的国宝呢，快召唤它吧！所以哦，点击展开按钮啊，点下去，哎呦，多了一个幻兽的按钮啊。点击幻兽，我可以来管。我的坐骑是熊猫啊！点击开启幻兽，哦，点击确定，这是我的新幻兽了。点击打开幻兽资讯，点击出战。哦，这是让它带在我身上，可以随身跟着我到处爬爬走，太萌了！哦哦哦，这样它就会跟着我跑了。好好好。好萌啊！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边呢？我们再去找一次玛丽欧，不是玛丽欧，玛丽苏。他这个手右上角这个手挡住了，很像玛丽欧啊。玛丽苏，听说熊猫，哎呦，战斗的时候熊猫也可以帮忙攻击耶，酷啊！马上战斗看看 ，fighting！ 3分钟后，哎呦哎呦，熊猫，熊猫也在帮忙打。哎呦，右边有一个幻兽技能可以点。哦。熊猫放了一个东西照在我身上，哎，这个熊猫是灵猫啊！点击技能图标，学习技能。哦，它可以新增新的技能位置，哎，好酷哦！这个拳头是哦哦哦，这个拳头好帅啊！这个是隔山打牛啊，一次就成功。下一个再试一试，好强啊！这个拳头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弹头模式的机器人吗？我使用隔山打牛，嗨！踩，大声用，哎，踩，哎，要 CD， 要 CD， 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想干嘛？他想干嘛？他也会用战斗陀螺吗？等一下，他也会用战斗陀螺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我们就战斗陀螺 PK 战斗陀螺，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转呐、啊！你只会转，我还会隔山打牛，啪！哎呦哎呦，残血残血残血，快赢了快赢了，再打一下再打一下，嘿，赢了，哈哈，哇哇，结算了结算了结算了啊，结算的时间到啦，噔噔。
哎，来翻牌，来翻牌，翻牌时间到了。哦，我翻到了一句话宝塔，这什么东西？一句话宝典到底是什么东西嘞？星期天的新冒险契约时间，我们下回见。PS， 你可以再看一遍哦。